绍一下这位我身边的这位比我更厉害，怎样是村长而已。杨贵妹带着演员们一起出席三立偶像剧《月村欢迎你》的活动，而女主角林思雨坦言跟杨贵妹对戏压力很大，就是装了一个好像自己装了一个，好好讲，你这样讲，好好讲，压力的举手，是不是？真的有压力。但要说的是，那都是一开始我们给自己的压力。闺蜜姐那一放松下来，天啊，玩得比我们还要嗨。只是刚开始不熟，熟了就像姐妹一样。剧中最经典的桥段就是男女主角的豆腐之吻。我不要。对，好臭豆腐的味道。干嘛？干嘛？看上去浪漫逗趣，但其实这也是林思雨的荧幕初吻。这个东西我真的完全没有经验，然后坤达哥也笑到说，所以你的荧幕初吻献给我？我说对啊，然后好像很幸福，也就这样子夺走的感觉。但是因为有了臭豆腐，所以一切都变质了，变掉了。因为真的很臭。坤达笑说，拍摄的时候臭豆腐的味道真的很不好受，但记忆很深刻。如果阿公最后的心愿是希望我们留下来复兴盐田，那我愿意跟你结婚。你愿意，但我不愿意啊！我所有的梦想，所有的努力，就是为了离开月村。剧中为了探究台湾传统的盐田文化，不只晒出演员的汗水，也要晒出家的全新暖度跟传承。三立新闻王子祥李慧台报道。